就是这个地方，就是先去抓到 table，丢给这个 TBL 的物件，再从这个 TBL 物件里面再去抓 TR。OK，意思是说呢，我先抓到我的 table 的范围了，然后这个范围里面呢，你再帮我去抓什么呢？抓有签了哈，OK 哈，然后再去抓里面的 TR。所以基本上就是先到这边，然后我先知道说哦，我的 table 的位置在这里啊，这个 table。那这个 table 里面呢，基本上这边可以展开嘛，就是这里面呢，帮我再去找到有几个 TR 哦，第一个，那 TR 里面的话呢，就全部帮我抓回来。可是全部里面的东西有这么多东西有没有？而且还有标一些有的没的，那个tag name 啊，还有什么 CSS 一堆啊。可是我这些都不要，我只要它里面的文字的话。所以后面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叫 inner text？inner text 意思是说里面的文字帮我全部抓下来。啊，外面的这些东西都不相关的都不要，叫 inner text，OK 哦，所以基本上 inner text 实际上指的就是里面的文字，所以呢，我就把里面的那个 tr tr 啊，所以它会把里面所有 tr 通通帮我丢到这个物件里面。那我如果要把它全部列出来的话，那我还是需要跑个回圈，因为它里面会有很多个列嘛。因为刚刚各位可以看到，就是说在那个网页里面的 tr 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这么多个，对不对？一堆嘛，啊，我不知道几个啊，所以呢，他如果用那个 TR 那个 TRS 哦，他就指的是这边全部的里面的东西啦。那如果说我要把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把它抓回来的话，那我就跑一个回圈，for i 等于零，好，特别是说零，因为物件的索引一定从零开始，那。几个的话，你可以有一个属性叫 lex 就是它里面有几个，比如说它里面100个，哎，它就100个。但是如果我今天呢，我要从就是第一到100哦，我们可是它索引是从零开始，所以变成0到99啊，所以后面为什么减一啊？因为我从零开始，必须把它减掉一，然后利用什么呢？利用这个后面的东西，它叫 inner test。帮我把里面的资料丢到哪里？丢到我的 A 栏里面去。所以你会发现哦，那这个因为我 i 从零开始，所以把它加一。意思是说呢，它从零开始，可是我列是从第一列开始嘛，所以我们第一列 A 栏、第二列、第三栏。所以你会发现哦，这边全部把它放下来的话，它就会整个全部都帮我把它设中断点一下哦，这边跳出来，然后帮我把资料，所以它 ready 咯。哎，ready 之后的话呢，然后再来就是。帮我把资料把它缩小一下，这个放在这边，OK，我们把第一，这等于是第一列里面的 inner text 全部东西第二列、第三列、第四列，以此类推，那全部呢，通通把它下载下来之后，那就完成。但是问题，我现在没有切割，假设我要切割的话特别注意哦，你必须要在这边哦，再针对什么？针对这个列里面哦，因为它这个列里面呢，还有什么呢？每一列里面呢？都还有 TD，所以这个里面呢还在找 TD 里面 inner text，所以那个逻辑还蛮像的。你只需要怎么样，把这一行先注解掉，把它改成什么呢？再让它继续找。所以再让它继续找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一行再搬到这边来，复制一下，改一个什么 TDS，去哪边找呢？从 TDS TRS 里面再去继续找。好，所以有点像剥洋葱的道理啊。先 table 里面找 tr，再从 tr 里面去找什么？找 td。好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就是找什么？这个应该叫 td 物件或者叫储存格物件也可以的储存格物件，OK 那可是它找回来之后的话呢，我一样要一个，因为它里面可能一个 tr 里面有十个 td 嘛，一列里面有十个 td。那我要一个一个把它抓出来，所以还是一样，还在跑一个回圈，这个回圈的话呢，就不能 for i 了，可能 for j 等于什么呢？零到它本身几个，所以 TDS，所以其实你可以参考这边有没有，这个把它复制过来就好了，Enter 一下，两下 Next，然后做什么呢？再把它里面的东西一个一个就把它输出到哪里呢？输出到这里。那这个输出过来的话，特别注意哦，这个地方的话，你就是 sales 刮胡，那列的话呢，特别注意哦，这边的话呢，就是什么
就是先列再蓝，OK。所以这边的话，我这边也把它写好了。这边先列哈，我们先横向是列，所以为什么要加一呢？因为我们的那个列哈，就是它的编号从零开始，所以把它加一，OK 哈，i 加一，逗点，j 指的是储存格，也加一，哈，等于什么呢？其实就里面的东西，所以把那个 tr 不是 tr 啦，应该是 tds 里面的 inner test 帮我把它抓下来，抓到储存格里面就完成了哈。可应该跟这边我看一下，应该是程式应该是一模一样的。前面 J TDSJ TDSJ 啊，对对对，OK 哈，所以这样非常的小心，OK 哈。你就写程式要专注了哈，不能一边写程一边讲话，很容易就写错了。OK 啊，不写错了也没有关系啦，反正你中断点嘛哈，所以像我的习惯，错了没关系，这边中断。那你中断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啊，跑第一次就错了，错了你就再来改就可以。所以像我写完程式习惯，一定会把它中断。OK，不然的话没有人那么厉害，一次就对。好像我比较不是那种会把自己逼得很紧，我写程式就先没关系，先写个大概，然后细节再慢慢看，啊错了再来改，哦，所以这些其实真的是我写的啦，啊只是说你没有办法说每个地方都去细迷，所以你比就比对一下，啊最重要的是要理解，哦理解之后哦很多东西就变简单了，啊这些应该都可以看得懂啊，只是说，但是全部要把它凑在一起，哇真的有点难度。好、哦、啊，它就是有点像剥洋葱啦、啊。先找到那个 table，再找到这个 table 里面的 tr，再找到这个 tr 里面的 tds，OK、okay, 啊，再来就是什么 check 一下 OK 嘛，哦啊这边看这边键盘不要让它显示啊，让它感觉跳出来，好、哦，然后让它跑跑跑跑跑跑，哎，它已经去找到了，让它等一下，不支援。找一个这个，OK 啊，所以程式停在这边啊，把它改一下，哎，这样应该可以过了，OK 哈、哦，所以它现在已经抓到第一列零嘛，哦，从零开始，然后再抓到里面的那个储存格，所以这个动作只是说把储存格做切割，啊，刚刚是没有切，哎呢，哎，日期抓到有没有？所以你会发现先把第一个 TT 抓到里面的 inner test，再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，哎，以此类推。然后呢，底下应该也可以输出了，所以全部把它跑一下啊，这边让它全部跑完，OK，瞬间完成。那这个是抓第一个 page，不是用录制的，是自己写的。那、啊、后面的话呢，就是可以怎么样，就延伸嘛，反正就是在跟我们之前一样嘛，把这边 index page 等于一，就变成一个回圈啊，一到16。啊，其他的都一样，啊，全部串在一起，再把不要的东西删掉，就完工了。OK，所以后面的部分呢，请各位哈、哦、再试着完成。那今天我们主要是希望怎么样，可以拿这一段程式，把它拿来抓什么？抓那个雅虎股市。所以待会有时间的话，你也可以试着怎么样，把这个哈、哦、用那个 IE 物件哦，刚刚改的哈、哦，试着改改看，有没有办法把它改成功。啊，其实里面的架构差不多都一样哦，其实只有一个地方哦，可能会有，但两个地方会有区别。网址贴上之后有没有？另外呢，web table 的位置，我刚刚是9，所以你边要用8哦，OK 哈、哦。然后再来的话哦，TD 有没有？不过哦，你会发现哦，这边第二个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按右键检查一下，它这边哈、哦，它的标题哦叫 head。th 有没有？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它的第一个里面都是 th，不是 td，第二个以后才是 td。所以有些网页哈、哦，它的第一栏呢不叫 td，不，跟这样，第一列不叫 td，第一列叫 th，h 指的是 head。但是呢，很多网页没有这样子做了，只有很旧很旧的网页才会这样做，像雅虎股市。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旧了哈，OK。所以不过如果遇到这种状况怎么办？这边你可能要做一个逻辑判断。如果呢找不到 TD 的话，那你就用 TH 也可以。
OK， 那这里的话呢，请各位试一下，画面先还给各位哈。那所以啊，你会发现啊，抓网络资料第二种方法真的难度哦，真的是会困难许多。但是给各位的这些东西啊，基本上也不是要你去背它，基本上你可以拿这个当范本回去哈，好好的去抓。至少了哈，你眼前像蛮多同学问我同样的问题，雅虎股市为什么不能抓，会是乱码？ 光这个问题啊，你今天用这套东西哈，就可以解决雅虎股市乱码的问题。啊，不信的话，你可以试试看，把刚刚的那个抓大乐透的部分，再改写成那个雅虎股市。